来看台中公园前一站哦，举办国际爬树的锦标赛，专工申请嘉义大海团队来帮公园内底老樟做健康检查哦。台中市政府嘛派人去观摩。褐色的这个是好的结构啊，深褐色的，那红的跟绿的这个是有中空，中空啊，腐朽。伫树仔四边摆精密的仪器，对嘉义大学内的树木检测团队用价值百万的设备，甲台中公园内的老树做健康检查，要看树仔内部凹起的程度敢有严重。我们用光打扫描它的这个几何形状大小，还有介绍计算这个结构复杂度，然后再用目视的评估来看树木的腐朽缺陷。团队表示讲，平常时无风无雨，树啊刷熊熊倒去的状况，就是因为树啊已经破病，刷拢无去地角着，所以爱定期检查树啊的强度，看内部敢有凹起，来避免意外发生。台中市府嘛派人去观摩，希望会当正做多次落树检测的参考。这一些树木做了，它的一个问题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一些的主管单位，马上可以反映。针对台中市的行道树还有公园的树木，这个初步判断有危险之余的，我们会再做细部的分析。那如果有立即，已经有达到立即危险之余的，我们就会马上做处置。团队强调讲，目前台北、台南、甲高雄拢是用这套检测方法甲标准，希望经过这摆伫台中的推广，和科学检测愈普遍，减少树啊熊熊倒去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